王亚春，不管咱都会当做我老母，我拢一定会尽全力来照顾你，请你嫁我好吧？我明仔就答应你啊！我呢，唔敢让囡仔知影哟啦。我丢干啦！丢干！过去我都是想过作业啊，我即马唔再丢干，这都是报应啦。王亚春，不管咱都会当做我老母，我拢一定会尽全力来照顾你，请你嫁我好吧？我明仔就答应你啊！多谢你的好意，我想想咧，我也是家己替志云过生日就好啊。你要确定志云小我亲戚头家亲戚吗？咱是家己调较好。我行来，你当讲验 DNA 的鉴定。你真正感觉志云迄个囡仔是富豪的孙？你去找你妈妈提钱来赔偿我，那无吼，我一定找到你妈妈，用这粒球拍你妈妈。嗯，你今日来真正真哩无同款啊！还敢真正美容？当然啦、啊，廖春廖哈，需要什么服务？我要等你结婚。亚春，要结婚？无啊。要吃麦生吃啊？你还不是头个吃吗？我得困。你就当作恁早间去有鬼看见，你忙死甲进前嘞，去房间甲行李款款嘞，好伊走。我多加提着亲子鉴定报告，你们得到怎样讲这富豪青春是不是治愈啊？少峰。阿姨，你是来提你的身体检查报告？我是来闹来跟公公，你的车祸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白做哦，你写得这么清楚，而且这个病的鉴定中心哦，真出名，我有孙啊。